其实有几职的市府顾问是不能够参与党务的，这一点我相信蔡顾问、蔡委员他应该很清楚。是要蔡顾问做好台中市政府的工作就好吗？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讲话酸溜溜，口中指的就是民众党之母蔡碧如。人是陈志涵跟黄珊珊了，跟您，我猜这个外围。蔡碧如又在网络节目透露，柯文哲卸任市长后，原本的市府团队转到党内，自己有听闻消息，他们不期待我回去，甚至直接点名很有话题、常上节目、被称为战狼的人，2026年就要赶出来站、出来选，被解读难道是在说被称战狼小姐姐的陈志涵？他说的这个战狼是指谁哦？不过我想，可能我也是要厘清一下，毕竟没点名到自己，就先不对号入座，战狼是谁？但陈志涵指蔡碧如的发言倒果为因。根据我过去在担任台北市政府顾问的经验，有几职顾问其实是准公务员的身份，所以不得涉入政党活动。拿过去北市府顾问经历当作举例，但被质疑这说法是否双标？今天这个局面何尝不是民进党自己制造出来的？柯文哲2019年创立民众党，当时身份还是台北市长。国民党议员游淑慧反问：既然市政顾问不能碰党务，那为何柯文哲当了市长又能当党主席？民众党查户风暴上演 ING， 对外澄清说法能否被买单，显然外界都在看。 TVB 新闻李明辉、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